第一炒我们的甘香麻辣。啊，第一炒我给你了。三十几钱？啊，三十几，都是你个位啊？唔系，哦，白色啦。我哋嘅麻麻花有啲酒咯，有酒味啊，快回醉啊。今天刚巧路过皮姐这个档口，摄影师发现就坐下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猜不懂啊？搞笑的。哎，那边招牌啊？全部都系招牌。波德辣辣，系招牌。我哋有金香辣辣招牌嘅。招牌啦。上东辣辣低手嘅，一个金香辣辣。金香辣辣。你有咩招牌面啊？面我哋呢个系冬粉啊，鲜椒米啊，汤底炒粉咯。一个冬粉咯。冬粉单对啊。做咗一个啦。滑蛋壳啦，滑蛋壳。滑蛋壳一个。炒屎坑，还有烧鱼、冬粉、鲜椒米、滑蛋壳。啊，啲炒几多年啊？三十几年。三十几，都系呢个位。唔係，哦，第四集，我哋又休息。休息禮拜啦，平時幾點開到幾點啊？你哋五點到九點半。我哋嘅麻麻花有西點酒喎，要做咩啊？快去追啊！飲咗會唔會醉㗎？唔會嘅。这是瓦兰河，那一个位多，拿下来的照片。哎，给给。嗯，比较不同哦，有一点酒香味。OK， 味道不会太重了。来试下面。那姜的味道蛮重的，面比较滑了。OK， 炒冬粉。不远吃。嗯，想想。这个比较干一点，比较辣炒，不错，这个比较好吃。哎，去看看地炒辣辣。在地炒我们的甘香辣辣。试下辣辣，嗯，味道够，可是不是很辣，下一嘴可以吃，但是要叫加辣会更好吃。还有火车看了对不对？整体来讲是中等啊。啊，鱼龙子好，他们整家人都很热情，可以来试一下，蛮有 feel 的。就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，干了。